回违近三年，老牌竞速游戏《极速快感》回来啦！一改前几作偏电影般写实的风格，这次新作《极速快感：桀骜不驯 Need for Speed Unbound》将大玩街头涂鸦嘻哈风，人物以美式漫画卡通渲染风格呈现，漂亮的车体和绚丽的画面特效形成强烈对比。游戏中能够装设高能量视觉与声音特效工具，挂上喷射弹器闪瞎路人碾爆对手，整座城市就是你的飙风涂鸦墙。游戏中玩家将前进以芝加哥为蓝本的 Lakeshore City， 经历劫车案跌入人生谷底的你，依靠无人能敌的车技和风格重返巅峰。我们要投入当地热门赛事与挑战，加大赌注来获取高额奖励与名声。这次制作团队与知名饶舌歌手 ASAP Rocky 合作，我们将有机会在游戏中挑战他的车队，只要你飙得够狠，够令人印象深刻，就有机会把他的联名车款 ASAP Mercedes 191开上街头兜风。极速快感桀骜不驯确定在2022年12月2日在 PS5 与 Xbox Series X 跟 PC 平台推出， EA Play 的会员玩家还能够提早3天抢先体验游戏哦。